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集的灵异前线，我是 Ghost Hunter 秦明。这次大马之行来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地方，而这地方是吉隆坡的一个学校。那这学校其实还有一些故事，而这地方呢其实也蛮大的。那说到学校，其实大家一定会想到说花子，对不对？其实这个地方我看看有没有门哈。对，好，说到马来西亚，大家都说它其实是很凶的一个地方。那为什么呢？最主要是因为某些的部分他们并没有做一个超度的仪式哈，所以说会比较凶。那这个地方呢我就不知道了，可是我必须说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呜，毛骨悚然哈。对啊对啊对啊，而且这建筑真的很大间啊，虽然它在那个市区当趟这里面，可是问题是这给我们的感觉真的不太好。哦，好了，那废话也不多说，我要带大家到这学校绕一绕，因为这地方还蛮大的。对，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这边的景色吧。来，说到学校，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有印象哈，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去过了一些学校，像说鬼高校啊，在台湾的等等之类的。那日本呢，其实学校就反而比较少哈。而这个马来西亚的学校哈，其实好，那这学校其实还是有一些人会来，然后让大家看看，一、二、三、四，四层楼，然后还有一个天井。那这跟台湾的建筑方式不一样。那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这所学校它是一个高中哈，对。然后这后面应该是他们以前的操场啊。厕所。你说到学校，就想到说厕所的花子，之前干了很多次，可是，在马来西亚不知道 ，Jason was here， 在马来西亚不知道也没有门了，这样怎么召唤花子啊？对啊，好，那我继续绕哈，那我在绕的当中，我会再跟大家讲述一下这边的一些故事之类的部分哈。哦，人脸啊，三更半夜看到这种东西还蛮恐怖的哈。啊，好吧，我做一个决定，就是我先从楼上拍下来哈。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附近其实还有住人。那有住人的情况下，这个学校这空地这么大块就荒废在这里，又是什么原因呢？他为什么不愿意发展呢？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会是因为这个学校太凶了吗？不愿意有人，不愿意在这边发展。可是我必须说，吉隆坡我来的时候我还蛮意外的哈，就是这几年它的发展其实相当的快速，甚至说以前吉隆坡有一些比较有名的地方哈。我有名的地方就是说灵异景点哈，都已经被拆除了。那他们也是主要是为了发展，可是这个学校却还遗留在这个地方，热热的。然后这是三楼，啊，这个走廊看过去，还气氛还蛮有的哈。那其实我有这样讲好了哈。台湾之前新闻都有报说，马来西亚学校常常会有一些集体中邪的状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些新闻哈。而且说到集体中邪，其实马来西亚真的是很多啊，很多起啊，不止一起。我看新闻就看了好几次，说有人在这边就学生集体中邪，然后就
还要找老师那个师傅来做处理哈、哦。绕一下看看好了，因为他的学校还蛮大的哈、哦，有一些地方我就不会进去了，我就稍微的带一下他的画面。这个是厕所，厕所都一定要看，因为厕所在台湾来讲就是容易最容易聚阴的一个地方哈、哦。哦，这种马桶我不太会蹲的。哦，好黑哦！黑板，那有人在这边做彩绘，然后这就是他顶楼哈、哦。其实他的学校大吗？蛮大的，但是你跟台湾的一些鬼高校比起来的话，它相对的比较小。哎呦，妈呀，好高哦！算了，我还是靠里面走，而且这都没有围墙，没有围栅栏呐。妈呀，脚软了，哎，脚软了。你这样看下去，脚真的会软呢。稍微扫一下周边的画面给大家看哈。对，其实说到学校鬼话哈，很多，不要说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这个地方。其实他们学校这集体中邪的事情就已经够邪门了，不知道是在恶整老师还是干嘛。啊，脚这样脚会软了、啊，靠一下，啊不对，这样脚真的会软了、啊。什么鬼啊？都没有那个脚好软哦、啊，为什么他都没有围墙呢？哎呦，我弄得我脚好软哦、啊。哎呦，这个脚，我还是靠着围墙的地方走，哎，脚好软啊，真的是，这样我会很紧张啊。大家自己看，这里完全都没有围墙啊。我教室每一间稍微扫给大家看一下哈、哦，对，啊。其实这学校外面都有很多人住哦，可是问题是他就荒废了这一大块地在这里，就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不用呢？啊，我往下走一层好了，我这样子走得很辛苦啊，啊，都没有围栏，有围栏我还觉得没有那么恐怖，可是没有围栏就觉得脚好软哦，这个马来西亚学校把我搞得不要不要的哦。啊、哦，来三楼，不要那么高哦，越高越恐怖。啊、哦，有人还是有一些马来西亚人会来这边做一些涂鸦哈、哦。对啊，他这铁是被偷走还是怎么样？哎，他们以前是用木头的。好，那再来，其实学校鬼话呢，这个学校我有知道一些事情，但是呢。这个东西我会慢慢留到后面去讲，而我现在先跟大家讲一些学校鬼话哈。学校，其实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说，等一下，很清楚说，学校它是有很多故事，而且很多学生都会创造出一些故事来的地方。哎，这个建筑方式让我想到台湾的杏林医院哈。这地方比较黑耶，都没有围的、啊、好恐怖、哦啊、然后呢，其实在台湾在日本我们都会创造出一些学校七大不可思议传说，像日本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厕所的花子啊，然后还有为什么这边墙就是色成红色的，然后还有那个什么读书的那个雕像会跑啊之类的，其实故事都相当的多哈、哦。
然后在日本，我有听过说学校曾经有一个女生就是被欺负嘛，因为其实在日本被欺负的状况是很多的，就是搞小团体啊等等之类的，然后被欺负到最后她就受不了嘛，然后每天这样被欺负，他就觉得他很不想去学校，可是又不能不去的一个情况下，最后他选择了自杀的这一条路。那自杀这条路一走之后，哎，那个学校就开始出现很多。等一下，这边刚刚有听到好像什么脚步声啊。我不知道哈。然后自杀了之后，那学校就出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就是它也是一个高中哈，跟这学校其实也是一样，也是一个高中。那奇怪的事情就是因为它是跳楼自杀的，哎呦，这里又没有墙哈，你看大家都这个都很高哈。他自杀了之后，因为有一些人在学校嘛，他们有时候考试，高中考大学压力其实都还蛮重的，就考试就会留到比较晚。那留到一个比较晚的情况下，就有传闻说，就是有一些学生啊，他们说他们在那个，这到底什么空间？算了。在学校的那个顶楼部分有看到之前就是被欺负那女孩子在那附近徘徊不去，不愿意离去。这也是厕所哦，马来西亚这气氛真的是，而且他厕所为什么都没有门呢？那因为欺负被欺负，他是因为被欺负欺负到死的，他受不了，所以呢，自然而然的，这个走压力很大哈、哦，自然而然的就传闻越来越多，然后导致那个学校最后也因为招不到学生而废弃了。那这所学校会不会也跟那个有可能有点类似呢？因为他接下来的故事呢，其实有可能就是跟我走到的这一栋有一些关联。那他又是在二楼哈，对，也真的很大哎。马来西亚的学校，它建设的方式，它每一栋都连在一起哈、哦，但是最夸张的都是，它都没有栅栏。那这高的地方，我下去脚都软了。啊，嗯，好，那这就是学校，那个日本学校的一个故事。那台湾当然也多啦，台湾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我们之前去拍鬼高校是之前那个921大地震的时候。摆遗体的地方导致那个学校就有许许多多的一些怪事情发生哈。这空间哦，这个没有围栏我真的很讨厌，这空间我稍微扫一下。那我现在接下来是要去二楼的厕所，因为这里二楼的厕所有发生过一些让人觉得还蛮恐怖的一个故事哈。哇塞，好，他楼梯在哪里啊？他楼梯在哪里啊？啊，它楼梯这里可以下去哈，应该可以吧？好，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建筑。那我现在因为这边还有住人，所以我不会打那个太亮的那个灯哈，所以我用红外线灯去照。那马来西亚人他们其实也是很晚睡哈，那说这个时间你在路上还会看到一堆人哈。来，这边哪一个是女厕？有写吗？因为我听到的资讯是在于女厕的部分哈。哎，这个应该不是厕所哈。啊，哎，这应该就是女厕哈。来，就是这里。我跟大家讲讲这里有什么故事。就是曾经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女学生，因为这是中高中嘛，她交男朋友之后怀孕了，就怀孕了之后，她怕被她家里人知道说她怀孕了，所以呢，她就尝试着自己堕胎，就在这个厕所里面自己堕胎哦。他自己堕胎的下场，因为他不是专业的医生，那自己堕胎就本来就很危险性，在台湾不管怎样堕胎什么的都还是要找专业的医生，可是他自己堕胎却用错了方式，导致难产，然后血流太多就死在这个厕所里面了。那他自从他死后呢，这个地方的传闻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哇，这个真的是每一个都那个差不多哈。好，那我去另外一边的下面哈。我简单的带一下这边的画面，因为这个很大哈。那我现在二楼大概稍微扫一下，它也可以接到那边去。好，那边的二楼好像还没拍嘛，对不对？我这样稍微的迂回前进哈。来，这边二楼就还没拍到吼，然后你看这椅子客座椅其实跟我们以前台湾很像，都是木头做的。好，哎，这里没路了，看一下，哎，对啊，这里没路了，我以为这里有路嘞，这应该是啊，从这里啊。然后自从呢，那一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哈，这个学校就有一些状况。那我刚刚有讲到说日本都会晚自习嘛，其实马来西亚也会。那曾经呢，有一个学生在这边留的比较晚，因为他们也要做一些考试前的准备，然后他就这样读书啊读书啊，然后读到有点累了就回家，结果回家之后呢，他就觉得他很不舒服。为什么不舒服？简单讲就是晚上睡觉睡不好。那为什么睡不好呢？因为他看到有一个女孩子在他那个床那边看着他这样子，他就在那个床头边看着他，然后呢，他就开始叙述说，他看到那女孩子，就是头发短短的，看起来像十六七岁的少女。就他讲出来的时候，就有一些学长姐可能知道这件事，也知道那个女孩子就流产，那女孩子的长相。之后他说，哎，你看到的那个很有可能就是之前在这边难产而死的一个女孩子。
哦，我不知道在这边。等一下，刚刚在这里有看到一个白影飘过去，不知道摄影机有没有录到。白影我刚刚眼睛有看到，我摄影机不知道有没有拍到。太屌了！马来西亚真的是让我太兴奋了。会进到厕所吗？会躲到厕所吗？我没有看错啊，我看到有东西这样闪过去啊。这个真的是太屌了，太屌了。好，那我们再到一楼。好，那我就从那边走过去，因为另外一边的一楼好像没拍给大家看哦。这里有沙发。这个封锁线这个上面有写字吗？这是危险还是怎么样啊？我不知道。好，那传闻当然不止于此，那当然是他有一个女孩子有看到他的出现嘛，对不对？好，那马来西亚呢，其实跟台湾不太一样哦。那这个学校还有这样长廊，而且上面都还有屋顶的啊，这里好凉哦。有屋顶的，然后我走到这边来拍一下这边的环境给大家看一下哈。那这就是刚刚我说那个女学生在那边难产死亡的一个那一栋学校舍哈。很大。那这地方呢，据马来西亚朋友告知是说，他这个地方是以前他们的福利社，就是可以买东西吃的地方。那当然，我离开学校很久了，已经不知道有福利社这种东西哈。好，我现在走回去。这长廊看起来也真的是很有气氛。对啊。热。那我刚刚有跟大家讲说，其实这边还有住人嘛，对不对？所以说还会听到一些声音。那我现在从一楼再走，补拍一些刚刚我没有拍到的地方跟画面哈。那这个又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建筑呢？视听教室吗？还是职员办公室？这不能进去。对啊，这不能进去。自从那个女学生往生了之后，其实这个学校好像是到2005年左右才荒废的。那有些学生在这边晚自习的学生呢，他们就有时候在读书的时候会听到一个女孩子的哭声，这样子。然后呢，除了女孩子的哭声以外，
也多了小孩子哇哇叫的哭声，那大家就很害怕，为什么会有这些声音？结果大家在想的时候，又想到了一个东西，之前在这边难产而死的女孩子，跟她难产而死的小孩子，就这样子导致了这所学校被吉隆坡的朋友称之为猛鬼学校。可是我刚看那白影真的是好明显哦，哎呦，等一下，头晕了一下。这里可以走过去另外一栋吗？这好像是马来文啊，不知道哎。哎，这学校我真的看不太懂哎。这是厕所啊，这男厕。这边的故事我就讲的差不多了，其实学校的故事太多了，因为学生来来去去的，有欢笑，有快乐，有痛苦。那至于这里呢，也是一样，即便是不同的国家也会有这样的情况产生。哦，这个一楼好像是那个礼堂啊。好，那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也会稍微做个抢先看空景的部分哈，所以说有一些部分我会在抢先看当中去做一个补足，彩色的部分再做一个补足。对，这个学校其实还蛮大的，当然是跟台湾的东势高工比起来它没有那么大，但是以一个房子来讲是蛮有具有规模的。热，而且还有一些摩托车吵杂声，因为他们都很晚睡。好，那这个地方其实它有名，连香港的灵异节目曾经好像有来过，但我不确定是这所学校。而且刚刚看到白影真的是让我好兴奋啊，你在台湾要这样看到好像没几次哈。对，学校鬼故事永远不嫌多，那我这次挑战到马来西亚来，当然有这样的故事我就要做感应，要做问问题，可是呢又怕说讲国语听不懂，所以呢我会请就是马来西亚当地的朋友来跟我一起做感应，一起问问题咯。对啊，好，那我们就看接下来的感应部分了哈，我快热死了，让我先休息一下先。好，我们感应节目见。Thank you.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灵异前线》第二节感应的部分。刚刚我相信大家都看到这所学校的一个环境的画面了，那直播当中也有带到一些画面给大家看。那接下来就是感应的问题了，我相信大家一定很好奇说，这个女的是不是还在这个地方徘徊，甚至有人会听到哭声。哇，这个故事真的蛮精彩的，真不愧是猛鬼高校。甚至我刚才拍摄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白色的影子就这样咻跑过去，虽然我最后过去好像什么都没拍到，但是我真的看到了。好，那接下来问问题的部分呢，我就要来介绍我们旁边今天跟我一起来的粉丝，叫小马哥。啊，大家好，我是小马。小马哥，记得把你枪拿出来。我的枪。周润发吗？对啊，英雄本色。大家好。对。那小马哥其实在马来西亚当地有在拍一个美食的节目哈。对对，是美食节目的主持人。叫什么名字？美食节目是粤语的一个话。那其实我本身有两个节目，一个是叫做雷进击啦，就是你知不知道？对、啊、那另外一个叫做喊盖盖，那什么意思啊？喊盖盖就是带你去走街的意思。哦，走街就是吃东西、吃喝喝，去玩吃喝玩的。在马来西亚吗？在马来西亚。好，那待会拍完记得带我去吃好吃的啊。好啊，要不然我等一下叫这个女鬼跟着你回家。哎呀，好怕好怕。好 ，OK。那我这位也是，他有在看我们节目。那我因为在马来西亚，所以说我不会讲马来话。那某些部分的问题呢，我会请他用马来话来跟他这边的人去沟通，看他们愿不愿意跟我们做沟通这样子。好，那就废话不多说，我们来感应看看。马来西亚感应器材比较简单哈，那我今天准备了一台机器，就是这台碰天线感应的部分哈。那小马哥可以请你站在这边吗？对，我这样看不太到哈，站在这边哈。那这台机器可以麻烦你跟那个马来西亚这边的灵体讲一下说，我先把天线拉长哈，就是说他们来碰这个天线时，机器就会有感应到他们。然后假如问题问对的话，就请他们来触碰一下，没有，然后就是说请他们来触碰一下。然后假如他愿意跟我们沟通的话，就请他来触碰一下这台机器的天线一下。嗯，对。好，现在可以说了吗？对，现在可以讲了。Ya, semua kawan dari sini, mesin ini untuk ketahui anda dekat sini. So, kalau soalan yang sudah tanya betul atau salah, sentuh sekali yang mesin ini akan menyala. So, saya kata kalau awak dekat sini, awak boleh sentuh juga. So, lepas sentuh dia akan menyala juga.好，问完了哈。啊，我在问的问题是说，就算刚才我有说到，就是对或错，他都会触碰。那没有没有，要怎样触碰？错的话就不要碰了。哦，要不然这样不知道哪个问题是对的，哪个问题是错的。再跟我们跟他讲一下。我说一个啊，yang tadi ada sikit silap lah. Ah, so kalau soalannya, 会不会你问错了，不高兴？啊，对不起，不好意思，现在。可是你看，我什么都没做啊。对他叫了，那他这样要说对症，你这样问他说，那你这样是不是代表愿意回答我们问题？假如愿意回答我们问题的话，可以请您去触碰一下那机器的电线一下吗？啊，对。Kalau macam ni, maksudnya kalau kita tanya soalan, kalau awak sudi untuk menjawab, sila sentuh satu kali ini area untuk menyalakan. 好，问完了哈。嗯。不知道哎。等一下哈，因为刚刚叫错就对，他们就不开心了，对啊，看样子愿意哦，嗯，哎，叫成这样子，可是你这个画面拍的是全黑的，因为我们在这边有做侧录的，没有问题哈，啊，没有问题，就声音录进去的时候，他们就看。就听声音就好了。对对 ，OK， 有灯光，因为没有 night vision 的话就不行哈。对对。好，那接下来他们愿意的话，可以请你再问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女学生的灵体在这里？Adakah seorang perempuan sudah meninggal? So maksudnya dia punya bayang-bayang dekat sini? 问完了哈。啊。假如有的话就是有哎。而且他叫的是这个方向，那这个就是他那个厕所的那个位置哈。好，那可以问一下，就是说他
不是在这边流产而死的那个女学生？Adakah awak yang meninggal dekat dalam？ 看样子是哦。啊？看样子是哦，他已经问了。嗯，他已经知道我们要问什么了。应该，因为会不会是太多人都来问一样的问题啊，还是怎么样？可能还是，或者是会其他的灵体。没有关系，那我们还是在这边原计划的把握完，然后叫。好像都在玩。对。那好，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哈，就是他那这边是不是还有一个小孩子的灵体？因为他是跟那个他难产嘛，就有个婴儿的灵体在这里嘛，对不对？那我们问一下很好吧。Adakah seorang budak？ 他是不是听懂国语啊？他好像很急忙的样子。对，好快，刚刚马来话他没问完就回答了。对，他好像知道我要说什么。是。那好，那这样子，我们再来问这个地方的最后一个问题。我看你还好吧？我还好，还好哈。感觉有点热，有点热，不是有点紧张哈？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就会比较紧张。这是我平常一个人在干的事情。好，那你帮我问一下，他有没有对有怨恨？因为他毕竟害他大肚子的人，然后结果现在还活着，然后就他自己先死了，为了生这个小孩，生这个 BB。你帮我问一下看看好不好？好，看样子他听懂国语了。他听懂的话叫了。那这样我后面来讲，也证实说，好像有人说他好像是华人，是不是？对对对对，有听说过，其实他是一个华人。Okay。 那因为我们要双倍的确定，所以就用翻译的一个马来语。OK， 好，好，那我最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这样听懂的话，就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好，那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不是，就这里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是不是还徘徊在这所学校当中？若是的话，可以请他去碰一下这个天线一下。哎，没反应了。会不会？有，有。好 ，OK， 那这是今天第一段感应的部分哈。第一次参与我们的拍摄，感觉是不是刺激？对，非常的刺激，因为那个感觉跟平时我们拍美食节目是不一样的。当然，当然。对，那我们是不找老师的，然后再看看这个厕所。还徘徊在这所学校当中，开个手电，我换先手电筒好了。好，那今天其实我拍摄要分两个地方。那这两个地方有一个是我刚才拍摄的时候我看到一个东西，那你跟我一起去吧。好，在另外一边哈。好，对。我现在回到刚刚，就是我看到白影的地方，因为太好奇了，所以说我一定要来问问题。那因为我怕中文听不懂，刚刚有可能是华人，但这个白影我不知道是华人，所以说我还是一样请了我们的小马哥一起来做拍摄。那这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说。这个就是我刚刚看到那白影的地方在这里，可是我不知道摄影机有没有拍到，所以呢，我来这边做问与答，看看我刚刚看到是到底是不是他们这样子，那就麻烦小马哥你再帮我翻译一下喽。好，对，好，那个小马哥，好，再麻烦你帮我解惑一下这两个问题，我实在是太想问，太好奇，因为我刚刚到底看到的是什么东西耶。要是要讲多一次啊。对，就是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刚看到白影是不是他们的现身。嗯，对，那麻烦帮我就是好兄弟的现身啊，就是 ghost 对鬼啊。嗯，对，哎，来呀，adakah siapa-siapa yang bukan manusia dekat sini, kalau betul ada, sila sentuhkan benda ini untuk detector, untuk lampu ni nyala。好，问完了哈。还是我看错，希望是我看错。热死了。等一下吧，因为说真的，现在叫了，好像是他们哦。好，那可以帮我们第二个问题吗？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这边是不是有一些外来的灵体在这个附近？
进出到这学校来的。意思是说他不是在这里死亡的吗？对，他就是有可能是在别的地方死亡，但是他在这个地方这样子，就是在这个地方住。Adakah sesiapa yang bukan meninggal dekat sini? Maksudnya dia dari luar meninggal dan dia datang sini. Ah, kita sedang tunggu. Ah, kalau betul sila sentuhkan. Kan? Ah, kamu baik tak? Oh, baik. Hahaha, jadi agak tidak biasa, kerana pertama kali dalam keadaan gelap ini melakukan raka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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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kaman.有啊，其实两个灯的原因是它方向，哦，它现在是站比较靠近你跟我的方向。嗯，好，那叫不停哎，哦，好多，哦。那好，我今天来问最后一个问题，我想到突然想到一个问题，那我想就是说，他们是不是很不喜欢人家来这边打扰他们？Adakah semuanya awak semuanya tak suka kita datang sini? Kalau betul, sila sentuh sekali. Ah, 看一下会不会叫咯？还是他很？我觉得你们马来西亚很热情的，就不只是华人，马来西亚人都很热情的。会不会他并不会不欢迎我们，还会刻意现身给我们看？竟然没有叫哎！其实这里已经是很出名的恐怖的一个地方，是，对，说有也是不出奇啦。哦，也是哈，有也是不出奇哈。好，那今天最后一个，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因为刚刚他没有回答。好，我来验证一下，就是说他是不是正确回的是正确的。我会设定一个错误的问题。好，我就说这里以前是不是一个住宅？啊，假如是住宅，他可以跟请他们去碰一下天线。啊。他只要碰的话，代表他们会有时候会说谎，因为有一些灵体他以前也是人，他们也懂得会说谎。好，那这就是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Adakah sini kawasan rumah? Dari sini dulu kawasan rumah. Kalau betul, sila sentuh untuk nyalakan benda ini. Saya kan saja ha.好热哦，没有叫呢，对啊，一点的反应都没有啊。好吧，没有反应，代表你们马来西亚的灵体还蛮诚实的哈。对，好，那我们今天拍摄就问与答就做到这个部分哈。因为灵魂盒子我回去捡的话，我听不懂马来话，我也就不用了。那谢谢小马哥帮我们做翻译哈，不客气。对，那小马哥你想做 live 嘛，对不对？对对。好，那你先做，我一个人来做 ending 好了。好好。对，好。现在我又回到一个人了，因为我要拍 ending， 我就请小马哥先去做他的直播。今天非常感谢马来西亚粉丝的帮助，让我们这次在马来西亚这一集顺利拍摄完毕了。这里马来西亚真的是让我蛮意外的，毕竟我以前来马来西亚也不会想要来找鬼屋吧，现在真的让我蛮意外的，看到的那个白影就在那边，在厕所那里，呼，恐怖，真的不愧像说老师所讲的，马来西亚就这么恐怖，是很蛮恐怖的一个地方。但是呢，马来西亚恐怖归恐怖，那有一些台湾人会说会不会是降头的部分，那降头其实也没有那么简单下啦，其实降头你除非去得罪到别人，那有可能人家要花钱去给你下降头，那也很麻烦。所以呢，平日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就像这里的灵体一样，把人家肚子搞大了害人家流产就死了。做男生千万不要这样子，既然想要做爱做的事情就要负责啊，要不然哪一天我相信那个女的脚还活着的话，搞不好就会对你下降头，对不对？所以在这边奉劝大家一句话，诸恶莫作，不管在马来西亚，在台湾，在全世界都是相同的道理。真的很庆幸你今天是活在台湾，你这样搞女孩子，女孩子也不会下降头。你今天在马来西亚的话，我看你也应该很难过了。所以呢，
我也想告诉大家，马来西亚没有你想象中那么恐怖，没有那种降头到处什么照个镜子就看得到降头，所以会中降头之类的。除非你做了坏事情，那你中降头活该倒霉，对不对？那当然要来玩，真的还蛮好玩的。说真的，吃东西又好吃，鬼屋又恐怖。对，好，那我们马来西亚的部分就拍到这边为止，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也非常感谢各位粉丝的大力支持跟赞助，小弟秦明这次来马来西亚都是我们粉丝的支持。好了，那小弟先下线了，谢谢大家收看，拜拜。